请上座收台啊，姑且静坐一堂试试看啊。现在没有说穿话头啊，做什么都没有讲啊，大家先把七字做法先练习。静坐就是静，静就是静，想一个办法，手翘或者穿话头做什么功夫，任何一个办法加进去一定不静了，这是个大原则，静就是静啊。试个一二十分钟试试看啊，姿势没有做好的自然会有同学们来帮帮你，到你前面会告诉你啊。那在禅堂的坐久了，到此时此刻，世界上最可爱的是什么？是引擎的声音。一听我的马总算下来了，此时这个声音是最亲切、最可爱的。
刚才我们大家四道静坐只有30分钟，在我的经验，我的20分钟就想给你们打最亲爱的声音，但是我们这位老同学一直给我摇手，慢点慢点，我跟他讨价还价好几次，28分钟我又想敲了，还有两分，是他对你们特别优待，啊，希望你们赶快成道的意思。这个世界上腿是自己的，啊，做到本来很舒服，平常就不叫你做劳动，还巴不得有人跟你这样一做。等到你真正要你腿盘起坐着，反正不愿意了，很痛苦。你看，我们人生的矛盾，腿是自己的，本来想静下来，等到自己两个腿盘起来，静不下来，而且下意识反抗，还讨厌。哎，那你去跑步吧，去忙去吧，在外面真正忙啊，又不甘愿。人就是这样，一辈子都在矛盾里头过日子。这个静坐的姿势啊，还不叫做禅定。真正的禅定，大圆在讲四个字：行、居、坐、卧。走路的时候也在静，居，古代的站在那里；坐，坐就很多了，包括刚才打坐、端用正坐。我们中国的儒家空蒙之道的人，不盘腿，就在椅子上端用正坐，目不斜视，也是一种姿态呀。啊，是行居坐卧睡到也在一种姿态。你说坐不就给你睡好不好？嘿，你们诸位啊，可惜了，自己看不见，没有去念咒。一个人睡在床上，不会到一个钟头都不动的，哎。睡不到半个钟头，这里动两下，等两下都在动。假设睡到完全不动，定了。所以，我那个乡下，当年我的父亲当年告诉我，有个出家的和尚，为什么？他施主的好，后来我就偷偷抄了一首诗，我还很小，给我父亲看，父亲说你会做的诗啊，我说对啊，你抄那个和尚本子上来的，就一下给他抓住了，解穿了。他就讲这个一个大字不认识，出家了，出家也不念经也不打坐，就拜佛，好，拜了2-3年，他不拜了，跑去睡觉了。这个睡觉是右斜而卧，这个时候打这里，就靠到枕头上，就是这样一个姿势。一睡睡了3年，3年一个姿势啊，没有动过啊。他那个师弟啊，跑来找个师傅说：“哎，有个师兄死掉了，
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管，不要乱讲，啊！他说你倒一杯水放在他屁股上看，你过三天去看看，过了三天你把水一点也没漏出来，估计没有动摇过。这就叫病，生病，所以性居作恶。后来他这样睡了三年，起来就会作诗，没有读过书的，诗啊文啊什么都会。哎，所以人生命的自身里头一切智慧都具备的，所以六祖开悟了以后，何其自身本自具足啊，真正开悟了，哎，你自身里头具备啊一切啊，充满一切啊。譬如大家读书，你是你读到小学中学大学啊，读到博士，好像老师学校给你的学问没有啊？老师学校不过帮你把你家里那个脑子里头、心里头那个仓库打开了，你真的学问是你自己里头本有具备的。所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好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，你们都看六祖坛经啊。哈，我讲了几十年这几句话，五句话：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不具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不假修正。还有一句什么？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你们都看过吧？六祖坛经，对不对？哎，拜托啊，答复一下，都看过吧？啊，看过啊。好，我也几十年给大家讲，最近一个月，哎呀，我就发现严重。火气两个字怎么解释啊？哪位同学代表答复一下？啊，火气。火气怎么解释啊？嗨嗨，我还在一个多月前在发现，有个同学讲火气，不晓得那个时期啊。哎呀，我说这样啊，你全错了，那是唐代的土话，火气就哪里知道。不是那一个时期，你看，这就是读书，中国文字，何其自性哪里知道？啊，闽南话哪在啊？不知道，啊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啊，什么都具备的有，所以你真打开了。进到极点，智慧之门一打开了以后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我那些老同学、老朋友都在这里，哦，你们大家都恭维我，哎呦，他学问好，我记性好，书读得多。我常常告诉大家，世界上人我最懒惰、最不肯看书的，是真的。你们比我用功得多。嘿，这个差别在哪里？这个地方就是个话头，你参政去了，所以你打开了这个门，自身本质具足的，本质有的啊，你抢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啊。